三哥，你马上过生日了，我送你一个巧克力做礼物呀。这是什么巧克力啊？你就看着吧，看我怎么做的。把巧克力敲碎，放进锅里，搅拌均匀，然后挑选一个喜欢的模具，就这个爱心款的，最后再贴上贴纸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我才不喜欢，你赶快拿走。三哥，还是让我来给你做生日礼物吧，比比东做的巧克力太丑了。 小五，你给我走开！凭什么三哥就喜欢你做的巧克力了？现在都没人喜欢你了，你做的巧克力也没有人喜欢的。比比东，我就让你看看有多少人喜欢小五。红尘可知其把，黄鹂几几扎。看小桥流水流到谁人家？听琵琶咿咿呀，燕子咪咪嘛，小城作画又一轮冬夏。 喜欢小五妹妹点这里，这里跟小五交朋友，为小五加油。我选的话肯定是小五妹妹你了，不过比比东肯定不服气，那就让小伙伴们来决定吧。